我发现他的死。今天还是一样，热情向你先走，然后呢 EVP 的麦克风监听这屋子内部的一些声响。那这个麦克风呢，基本上可以收到他们的一些声音。为什么我刚刚不是把我手机的那个给关掉了吗？太不专业了我。好，目前温度最低12，最高17。客厅感觉好像没什么样的异状哦。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热嘞？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这也没有反射的那个啊。这地方热源最高 17.8。这个房间呢，又在踩在边边上面，边边的温度呢 ,17。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？好像踩在骨子上面的感觉。目前我还没有听到什么样异常的声响啊。敲击声啊什么的，厕所这个好像是有烧过东西啊，那是啊，忘记了。低的样子，比较懒。啊，这里有干扰，嘟的一声。对，照片比较懒。16.8，这边最高温降了。是不是有人体附在照片上面呢？这我不知道。这里干扰变强了。都很正常。这是蝙蝠的便便哦，有一个温度很低的，好像是一个人形哎。好像有人站在外面，然后会忽浅忽深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就在这个方向。但是问题是，这外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好像站在阳台外面，不知道这个，不知道，而且我也出不去，这里呢。这里也有哎，那个会不会是有一个凹槽温度特低？可是它温度特别低呢，好像有肩膀头就站在外面看着我这样子。是你的，我说哇，那个麻鸡皮疙瘩起来。刚刚的敲响是你，
造成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些讯息吗？好像而且有在移动哎。没关系，等下留盒子来问问看。是你的，我说哇，那个麻鸡皮疙瘩起来。刚刚敲响是你，造成的话可以给我一些讯息吗？我现在会先进行第一趴沟通哦，透过麦克风。假如这边有任何灵体的存在，给我一点讯息好吗？透过在麦克风发出你们一点声音，没有关系。讲完这句话，嘚一下，可以告诉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没有害你的意思，也没有要来打来跟你玩的意思哈。我是很认真的。想要跟你们讨论一些问题，三楼就没有了。三楼阳台外面就很正常。好 ，OK， 那先到这边为止。温度感测。今天这台，因为太突然了，这台快速，马上可以反应。刚刚在。这一间房间的外面好像捕捉到了一个人影，我想请问一下，现在是不是有鬼魂站在阳台外呢？有的话麻烦请给我一些能量上的反应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跟蝙蝠？就是蝙蝠被杀了之后，导致这个地方，应该这样讲好了，是不是这边屋子的主人杀了一只蝙蝠，然后那个蝙蝠的能力是非常强，导致它有一些厄运出现，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麻烦请给我一些能量上的反应，谢谢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刚刚在外面这个是不是这个民宿的主人呢？是的话，麻烦。请给我一些能量上的反应好吗？谢谢。没有。OK， 好，那我知道答案了。接下来，灵魂盒子，我把灵魂盒子放在一楼，就是我一开始我听到怪声音的地方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刚刚已经有得到一些答案。问题一。我想请教一下，那刚刚出现在阳台这位男性，是不是有些事想跟我们说呢？那这个男性，他。假如想要说些什么的话，可以透过下面那台机器告诉我们。想请教一下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？蝙蝠修炼成精之后被杀害的情况呢？有一些人来这边，最后眼睛会红着回去。想请问一下，
是不是这个蝙蝠它的一个报复跟诅咒呢？我想请问一下第五个问题，就是这边这样一个修炼成精的一个蝙蝠，那我想请教一下，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灵体被它困在这个地方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第六个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我们之前来这个地方有东西移动，还有许多怪异的声响，想请教一下，这是不是代表你不欢迎我们呢？因为我们还要带老师。今天的影片拍完了，我想说的就是新的麦克风我还在摸索阶段，今天我似乎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但在灵魂盒子上面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我不知道，但慢慢摸索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录到更多他们的声音。那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周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发现他的死。